我怎能留下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是你陪着我绝望和哭泣，我才认识了自己，却不能少了你。你要保护我。对啊，人民为了避免立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之危险，就可以向人民保姆，也就是警察，也就是我本人提出申请保护。我没有申请。我知道你不会申请，所以我帮你申请好了。好笑，孟警官，你当我们混假的？我们老板不需要警察的保护。我不止保护你老板，我也保护我自己。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上一次受困山上的时候我在场，这一次在路上被狙击，真巧哎，我又在场。我本来理所当然的觉得目标应该是你，但是连续两次下来，我不得不想想，也许目标根本就是我，也不一定啊。你妈放屁！我看你根本就是来监视我们老板的。你们黑道会得罪人，孟少飞也得罪不少，尤其是你们刑天盟，不是吗？我不会让个警察跟在身边。你不能拒绝，我们是半个朋友，不是吗？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吧？老板，如果我们跟警察扯上关系，传出去外面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呢？德哥，我不这样认为。现在都还找不到攻击老板的人，把两个目标放在一起，就不会因此而分心。与其放任孟警官在外面增添麻烦，这种你监视我，我监视你的微妙平衡，不是很好吗？志坚，你暂时住这边，这是卫浴，其他东西都可以用。哎，刚谢了，你帮我讲话。不用谢，因为我有事情要请你帮忙。我能帮你什么？哎，俊伟哥，你那天调酒的姿势超帅，如果不是在执勤啊，我早就喝完一大杯。现在演失恋买醉疯子会更像哦。你不用喝就很像了，你再喝下去哦。爸爸，过。妈，心情不好。昨天抓到了药头，一直不肯透露他毒品的来源。老大要我们想办法突破他的心房。哦，要是阿飞这时候在就好。对啊，没事保护什么唐毅啊？现在人手不够。你看，说人人到。喂，阿飞怎么？哎，赵子是不是兄弟？你是兄弟，过来帮我一个忙。OK 啊，什么忙？过来看一下安检系统，唐毅家的。不是啊，阿飞，我们这边也忙不过来啊。这种事只有你最擅长啦，我会花你很多时间，你快点哦。喂，受伤了吗？他要我去唐毅家帮忙一下。啊？什么？现在要把你拉去啊？事情都弄不完了，等下老大们念。不会啦，毕竟老大答应了嘛。对啊，反正我很快就回来啦。
你明天就离开。你大半夜不要吓人好不好？你自己不是也有住的地方吗？你为什么就不回家？你追着唐一问四年前发生的事，发现问不出来，你就用警察的手段逼着他答应。你一个警察跟人家玩什么朋友游戏啊？心机真重。随便你怎么讲啊，反正我已经住进来了，我跟定唐一了。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刑天盟跟你们警察到底有什么仇，不管是你还是四年前那个警察。哦，还是你想跟李丽珍一样投靠我们刑天盟，拿一点好处？左红叶，你不要乱讲话哦。怎样？我有说错吗？你是李丽珍带出来的人，既然是他调教的，想法跟手段应该差不了多少吧？丽珍姐没有投靠刑天盟，她跟你们不可能勾结。她为什么跟唐爷死在同一个地方？也是啦，警察一个月才拿多少薪水，多少贪一点，很正常的。我不准你污蔑她，走开！不准碰她！唐毅，她凶我。我碰她？你知道刚刚说什么吗？我不管他说什么，就是不准碰他。没事吧？没有，只是有点被他吓到了。好了，没事就好。唐毅的混蛋！我打人，我怎么会打女生？也不问清楚，亏得唐唐请你们帮主。跟信总骗人都不知道，警长做王爷，为什么没有解释的机会啊？你俩一个人讲，他演什么英雄救美，小心英雄当不成。高雄，孟警官，我可以问问你在气什么吗？左红叶讲话口无遮拦，全天下人都知道。你是警察，我们是黑道，立场观点本来就都不一样。你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看来你似乎不再生左红叶气，反而比较在意我们老板。你不要忘了你留在这边的目的，意气用事可是坏事。少飞，唐一跟左红叶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对他好，偏心他，把他放在首长心都是应该的啊。那么在意干嘛？你有病吗？他宠他的人关你什么事啊？闹个屁，气个屁！我知道红叶说了什么，我也知道李丽珍对你的重要性。我代她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算了吧，如果当事人觉得自己没有说错话，你这旁观者向我道歉是多余的。红叶是我最在乎也最重视的人，她是刑天盟里面唯一一个我能够完全信任的人。她就是我，我就是她。我们要一起完成唐爷的遗愿，目标就是让兄弟们能够过上普通人的日子。所以你就可以不听我说，不要拉我啦！哎。
要干嘛了？他好。哦，我自己来就好了啦。你伤在背后，你要怎么自己来？他好。看来师傅不再生走红叶气，反而比较在意我们老板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喝。时间很晚了，就先这样吧。哦。王昭飞，你疯了！副总，我们只能投靠您了。看看你是什么样子啊！你觉得这些名单我们拿不到吗？我要的是刑天盟黑白两边所有的情报跟资讯，拿出一点诚意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陈爷，刑天盟在唐爷生前的时候啊，还舍不得改口啊。唐爷，是陈爷。唐国栋生前的时候就开始漂白，原本还有点空间的，大家也是这么算的。唐毅那小子接班以后，他积极的斩断所有毒品交易，现在表面上大家都听他的，但是私底下大家非常不爽。年轻人做事就是毛毛躁躁的啊。唐毅现在负责刑天盟，负责漂白的交给左红叶。当年他们两个在唐国栋在的时候，可曾为刑天盟立过半点功劳？唐国栋跟唐毅是什么关系啊？道上是不是一直有传闻说他们是父子？这陈爷，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啊。当年唐国栋带他们两个回来的时候，只有唐毅来见他，而且后来跟唐国栋最亲的就是唐毅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们不想弄清楚他的出身来历吗？我们也不敢问他们的关系啊。不过唐国栋跟唐毅确实像父子一样，而且唐国栋还留下了遗嘱让唐毅接班。操！所以唐毅现在当了秦天盟的帮主，大家也不敢多说什么了。唐国栋的儿子。
这个有灯哎。哦，头发好像这个乱乱了。你这个车很高级耶，好像很多东西是电动的。哦，椅子还会动哎。哎，乡巴佬，玩够了没啊？没有看到外面在飘雨哦，开什么天窗啊？你说的乡巴佬啊，我有坐过有天窗的车啊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干嘛，是有点口渴，看这车上有没有水。谢谢啊。适可而止哦。什么东西？很会演吗？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有什么话要讲就直接讲好不好？像窝着藏着算什么东西？窝着藏着是你那龌龊思想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看着我们老大的眼神，恶心的要命。对，我喜欢你们家老大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孟少飞喜欢谁，不用别人说三道四的。哎，你有时间散播闲言闲语，不如回家练身手。孟少飞，哎，走吧。那天贩毒的是你们刑天盟底下的小喽啰，还有攻击你的人也查到了。不过先给你心理建设，这个人你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。我就说你一定会不高兴。确实没想到是他。不要老是皱着眉头嘛。嗯？我真没想到是他哎。没关系，放松一点。放松，放松。孟少飞，先解决共同敌人，再解决我们的事情。好。不是说好先解决眼前敌人吗？
想过会弃之不顾，会在一起度，把你放心里住。没想到你无孔不入，在每个角度都对我打招呼。我根本不敢去想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我竟叫无该。我又怎么能去想，我根本就不该去想你。离开你的注意，我才能呼吸。这是什么处境，我不想清醒。